移民卖楼盘涌现，美联物业苏顺华表示，二手市况转强，青衣盈翠半岛过去五天六四宗成交，优质货叫价企硬，位于六座高层 H 室，实用面积518方尺，两房间隔，向西北望侧海景。在外国有生意的业主，今次属移民卖楼，今年九月以998万元放盘，近日减至968.8万元中沽出物业，尺价18703元。属屋苑两房单位近三个月高位，主要是市场没有高层海景单位放盘实在卖，故造价理想。原业主2005年以315万元买入单位，赚653.8万元离场。盈翠半岛另一宗两房成交，造价不足800万元，重现可借足九成按揭成交，属今年新低价。美联物业黄淑贤表示，盈翠半岛九座低层 A 室，属于实用面积432方尺细两房间隔，业主开价800万元。放盘一星期，稍为降价5万元，便以795万元获承接，尺价18403元。代理称，买家为上车客，见单位获银行估足价，故购入自住，计划承做8至9成新按保计划。原业主1998年以222万元买入单位，持货22年账面获利573万元。楼价升幅 2.5 倍。资料显示，楼下一伙低六层面积相同的 A 室单位，去年7月以800万元易手，尺价18519元。美联物业陈少雄表示，马鞍山银湖天丰六低市价成交，位于五座高层 F 室，实用面积700方尺，业主开价1000万元，放盘一天即以开价卖出，尺价14286元，较市价1070万元低70万元或6.5%。单位于2015年以875万元买入，由两夫妇联名持有。去年二月作内部转让，将其中一人甩名，作价900万元。代理表示，单位仍未过 SSD， 是次转售需支付一半 SSD。涉及纳税50万元，账面获利75万元。不过，若扣除一堆洗费后，近乎平手离场。